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气啊，那么佛像佛菩萨形象，在《梵王经》里面讲，是菩萨行佛陀的时候，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，如鸟双翼啊。那么现在就不必这样子了，现在不必这样子，现在大部分的就是三一啊，一波啊。还有我们每天称的敲敲打打的啊，我们称为法器啊，法器啊，其实这个法器啊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法器就是堪行佛道谓之法器。哎，堪行佛道谓之法器，是《法华经》提婆达多品里面讲说，你能够会啊非是法器。这《法华经》里面讲说，女人呢、啊、全身不清净，不堪成为法器，表示说女人的这个业障比较重。末法念佛没有差啊，末法你能够会，这是可以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、啊、所以女人的烦恼比较重，比较重啊，感情也重，什么事情啊，那婆婆妈妈的，哎，不能了断，那这个女人的心，男人不一样啊。当然这只平均呢、啊、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的、啊、平均来讲，男人做事的那比较有魄力的啊，女人的话就是娘娘腔的，比较没有办法。是二祖慧可大师啊见到达摩是吧，那么这个达摩不要不甩他，然后二祖就慧可就断臂求法，